你连河虾都没吃过吗？没吃过那么小的虾。你家还有两个弟弟吧？嗯，他们都在念书呢。念书？不行，我不能做老魏总的眼线，这赚的可是昧心的钱啊！姐姐，我们想读书。姐姐，我们想上学。欣欣啊！ 我早就应该想到的，你在老魏总那儿当眼线，肯定是因为你特别需要钱。我要早知道那份工作对你那么重要的话，那我就……其实也没那么重要。这个给你，这是大统超市的购物卡。嗯，啊，星星啊，啊，我其实不需要这些物质上的东西。 不过这个手环我可以收下。哎，真好看。小姐，需要送您的朋友回家吗？啊，不用了，我们再聊会儿。嗯。他是我家司机。哦。哇。 星星啊，啊，其实我家家庭条件还可以，你误会了。你不是说你连河虾都没吃过吗？没吃过那么小的虾。那你说家里有两个念书的弟弟，在国外念私立高中呢？你还说你失业之后只能在家里干活？我是指回家继承公司啊。 我爸是做药品包装的，和老魏总也认识。我当秘书就是打发点时间。其实失业这个事情嘛，也没太大关系。你之前也没跟我说，我也不知道。我还以为你……我不是故意瞒你的。嗯，有钱也是他们有钱，我负责花，他们负责挣，所以在外面也很少提家里的事情。其实离开润氏。 唯一难过的就是不能和你在一起了。你知道吗？昨天晚上我还梦见我们一起去吃饭，一起去化妆，一起去洗手间。我真的第一次交到你这么好的朋友。我也是。你也知道，我这人性子大大咧咧的，身边交的都是一些男生朋友。我也是第一次交到女生朋友。哎。 你看，这跟女孩子交朋友还挺不好意思的。那这样吧，以后每周末我们都出来玩。好，那我送你回家吧。好。